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到冒泡，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振廷，也是亦无忧。亦无忧大结局彩蛋，最后亦无忧没有说出一句话，你会替他可惜吗？哎呀，死了都不让说出口，最后都没有能够说出对叶子说出我爱你，就是意难平。我觉得就是我替亦无忧就是觉得可惜。早知道我就不该因为你，我就应该好好策划，我可以复仇成功。没有没有，就觉得就是说，觉得还是非常珍惜吧，和叶子每一次的时光，我觉得不后悔。作为亦无忧来说，他不后悔，无论他的结局是怎样，但是他至少他做了他想对叶子做的。有时候我无声胜有声了。2021年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，就是没有去配音，应该自己亲自去配音。原声配音，我是雨佳，最后的血脉，复兴雨族是我最后的使命与责任。以前在叶北的时候，我心里从未有过宁州，有过雨人，我心里只有一人，她聪慧、美丽、温柔。我为了她，我可以不顾一切，什么都不管。你知道，过去的我，总是小心翼翼地守在你的身边。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想尽办法帮你完成。可如今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放在心上。我只有得到权力，才能够得到你的心。